掀开经本，隆重记诵第七首。佛身毛孔发智光，其光处处言妙音，众生闻者除忧畏，得察切隆悟四道。得察切隆王，他所修学的法门是以清净救护因，灭除一切怖畏，从这个地方修行正果的。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位他们所修的法门不相同，可是我们在当中啊，要细心去观察，他们确实是一门深入啊，没有看到哪一位在这个修两个法门的啊，修三个法门没有，全都是一门深入啊。所以读这一部经，要没有把这桩事情看出来，经里面的真实教诲我们就没办法得到啊。那么由此可以证实，世尊在大经上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话是真的，无论哪一门都成无上道。那么在这么多法门里面，我们应当如何选择呢？选择基本条件是要知道自己的根器。这个事情难啊，能够适合自己根器的就很容易修学，很容易成就。如果选择的法门跟自己根器不相应的，你学得很辛苦，而且不容易成就。所以事出世间法了，都同一个道理，人贵自知。凡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一生一定过得很幸福啊，过得很美满，自己知道自己，安分守己啊，没有妄求啊，他的心始终是安定的，安定就有幸福凡是心浮气躁，妄念多，习求多，生活一定过得很苦，事出事法都不可能有成就。所以为什么菩萨示现成佛一定要住在兜率天，他是表法的，那不是真的在兜率啊。兜率的意思是知足啊，换一句话是，什么人能成佛呢？知足的人就能成佛，就这么个意思啊。知足的人啊，就能开悟；知足的人就能证果；知足的人就能过美满自在的生活。人的大苦啊，
是苦在不知足啊。啊，什么都想要得到，啊，学佛什么法门呢？也都想学成功，哪有这种道理？啊，他不懂一个原则，一个法门学成了，所有法门都成就了。一精通，一切精通啊！一个法门成就，所有一切法门通通都成就了。啊，所以只有懂得这个道理，相信这个道理，这个人就有福了。啊，他才有弃儒的这个机缘。啊，不相信这个事，不明这个道理，这就难了。啊，他的心不能放下。我们看龙王的赞颂，啊，看他的报告，啊，佛身毛孔发智光，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智慧现前。他的智慧从哪来的？长行文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以清净救护音。我们想想他修的什么法门呢？他修的是大慈大悲，教化众生。慈悲心是清净平等的爱心，平等爱护一切众生。啊，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平等的爱护啊。全心全力啊，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对一切众生就有恩惠了。啊，跟一切众生呢，结成善友啊。众生当然听他的教诲。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转迷为悟，所以才能够离苦得乐啊，种种不为之苦啊，才能远离，永远的远离。从这个法门成无上道，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怎么晓得他成佛了呢？这个偈颂里面说的头一句我们就知道了。啊，佛身毛孔发智光啊，这个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充满了虚空法界，这就是这个意思。毛孔是正报里面最小的，怎么知道他发出的智光遍满法界呢？他
他第二句讲的其光处处也妙也，处处就是遍虚空法界。佛以什么帮助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佛以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智慧不是从外面求来的，我们今天一般人修学的方法错误了，观念错误了，本末倒置。我们今天智慧从哪里求？要从广学多闻里的求。诸位要知道，广学多闻里面所求得的是常识。佛家所说的是智便从，你所得的是是智便从。诸佛菩萨求智慧不是这个求法，诸佛菩萨求智慧是向自性里头求，所以佛法叫内修，佛法叫内明。它不是从外面求，是从里面求。自性般若智慧如果要透露了，这是真智慧，这不是是智便从。而且这个智慧是无有穷尽的，佛经里面常以大海来做比喻，深广无际。佛告诉我，这样的智慧是一切众生个个人都有，所以诸佛菩萨一点傲慢心都没有。为什么？他有你也有嘛，大家都有嘛，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每一个人都平等的，智慧平等，能力平等，相好庄严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的。我们今天智慧德能都透不出来，原因是我们自己有烦恼，烦恼把智慧德能掩盖了，是这么一桩事情。我们看不出自己的智慧德能，诸佛如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虽有不起作用，他们有他们起作用。何以人家会起作用呢？人家不迷，所以就起作用。我们为什么不起作用？我们迷了，不知道自己有智慧，不知道自己有能力，不知道自己有相好庄严，迷了。毛孔发光，何以能够周遍法界？毛孔虽小，称心；智光虽大，也称心。心里头没有大小，所以能变容啊！小能容大了。因为它没有大小，它才能容啊。有大小，小就不能容大。它没有大小。所以它横遍十方啊。它没有先后啊，
没有去来经，所以他遍照三世，这是事实，这是真相啊！佛教导我们大恩大德不在别的，就在教导我们怎样证得自信，这个恩德大了。那么我们凡夫现前有没有智慧呢？有啊，智慧也起作用啊。我们的智慧起的作用是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就是无量无边般若智慧。迷了啊，智慧就变成烦恼。觉悟之后啊，烦恼就变成智慧。所以烦恼多不必着急。烦恼多证明说你智慧多嘛。只要你转得过来就行了嘛。转不过来很苦啊，转过来就很乐，就很自在啊。所以学佛没有别的。要从根本上做一个大转变，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我们转变从哪里转变起？从那个最初的念头上转起。凡夫最初的念头是什么？是我。不起念这一，一起念就是我。我就迷了。就把自性般若智慧转变成烦恼了。把无量的德能转变成无能。把相好庄严转变成丑陋，这是迷呀。我们很幸运呢，今天在经教里头懂得这个道理，也晓得一些方法。怎么转变呢？让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为人，这就转过来了。可是要好好认真去练习。不能够间断，不能够松懈，为什么呢？念念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无量劫来起心动念都是我，现在要叫一下叫他起心动念不想我，这个难啊，太难太难了，自自然然他就想我。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学的转。你看好，我这一念为众生不为我了。好，第二个念头又为我了。又回来了。难就难在这里啊。怎么样坚持？怎么样不叫烦恼再回来？这个是修学的关键之所在。那怎么办呢？真心为别人，全心全力的为别人，根
本不替自己打算。这才有可能做真实的转变。从前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把这个事情请教张家大师，他老人家举个比喻很有味道。这个比喻现在很少见到了。这比如他举的那个钟啊，那个时候50年前用的那个钟表还是挂钟还是有摆的那个挂钟不是用电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用电池还没有发明，用发条那个钟过一个时候要去上发条，他就用那个发条来做比喻。你看钟里面发条卷得很紧卷的时间太久了他说凡夫这个迷的心就像这样子，你把那个发条拉直拉得很压得很直了，你手一放松它又卷起来了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我能体会得到这很难于是乎他叫我放松不得，一放松又回头了。真正的功夫呢，那就是要把它压住。压到什么时候，放手它也不会再卷起来了。哦，这个不是短时间了。他这个比喻比喻得好所以我们要发大愿呢，要有恒心呢，有耐心呢。所以佛在经上讲，一切法得成于忍事出世间，无论是学术也好修养也好事业也好，一切的一切都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不能成就越是大事业越要有大的耐心。了生死出三界是世间第一等大事业，你做个国王做个天王都是小事都不是大事那么换句话，第一等大事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念念为众生，时时为众生这就是紧紧地把这个发条压住不让它再卷起来一念松懈，功德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功德，有一点福德，福德是人天有漏的福报这是你断恶修善呢，才是人天有漏福报如果你的善并不踏实，你的恶没有断干净，你的福报多半在三恶道下，这就说明修行正果的难处那么佛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这些苦难的人呢？
我们明白了，佛每一天给我们讲经说法，说法49年了，49年天天讲，不中断的讲，我们这个心呢，慢慢在压平，才真放下了。如果不是天天讲，这个习气想断掉，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啊，古时候那些人的成就没有别的，他们的语言比我们殊胜。我们今天修学环境比不上人家。人家在一个道场，天天听经啊。寺庙里面，老和尚就是讲经的，教化众生，他主持教化的。老和尚自己有的时候不讲了，他请别人代讲。这个人在寺院叫首座和尚。首座是分座讲经的。他不管别的事情，专门管教学。他不管行政。讲经的时间每一天8个小时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啊。20讲经，在佛经上常看到20讲经。那个20就是现在的8小时。古印度把这个事一昼夜分成60，叫昼夜60嘛。昼30，夜30。所以他一昼夜是60。我们现在算一昼夜是24小时。中国古代一昼夜呢是分12个时辰，比印度的时辰就小一半。中国古时候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来计算这个时辰。一个时辰是现在的2小时。所以我们趁现在用的时间单位叫小时，就这么来的。比中国古时候小，比印度更小。所以印度计算时间单位是昼夜是6个时，所以1时等于现在的4小时。20讲经，8个钟点讲经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跟大家讲经，每天8个小时。另外呢，这8个小时修行，修行是没有间断的。修行的方法很多，我们在这个华严经上看到的，真的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像此地得察切龙王，他用的修行方法就是以慈悲心到处去帮助众生，教化众生，他用这个方法。不管用的是什么方法，总而言之呢，他所修的方向目标都是戒定慧。他帮助别人，在四相上，我们常讲如理如法，这就是持戒。他懂礼貌，懂规矩，他守法，跟人接触有分寸，
遵守佛菩萨的教诲。啊，这通常讲啊，用四摄法了。啊，四摄六度，这是持戒。帮助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没有一丝毫的希求，绝不求名闻利养，绝不希求别人恭敬。他心是定的，他修定了，开导一切众生，这是智慧。啊，那么由此可知，《华严经》上每一个人都是修戒定慧，修戒定慧的手段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啊，他是专门用帮助别人、教化别人，在这个里头修戒定慧。啊，我们今天是用念佛法门修戒定慧。看看别人，我们也学会了，我们也晓得如何处事待人接物了。自己一天到晚，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心里头一句佛号，没有杂念，用这一句佛号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打掉，你戒定慧一次圆满了。跟社会大众接触，决定遵守释迦牟尼教导我们的四摄六度。我们要守这个法。四摄，第一个是布施。布施我跟诸位讲过了，为众生服务，常有布施的心呐，常常有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愿，真正肯为一切众生服务，就要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你不是个好样子，你那个服务的心是假的，那愿是空的。要做好样子给人看呐。别人可以向你学习，从哪些地方做呢？生活起居做啊，诸佛菩萨、世出世间的修行人啊，无论是哪个宗教。真正修行人的生活都非常简单，简单朴素啊！头一个印象给人家一个清爽的印象，绝不繁杂，绝不紊乱。所以要晓得这个世间这不是讲学佛的，这个世间多数人稍稍有学问的人，看到你的生活起居就知道你这个人看到你的言语谈吐你的举止行动
你这一个人有没有德行，有没有修养，啊，有没有学问，你是善人是恶人，一目了然呐。愚人只能自欺，不能欺骗别人呐。啊，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欺骗不了。那么现在是这个世间，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少了。啊，愚痴迷惑的人啊，一天比一天多了。啊，这什么原因呢？没有人教了。啊，纵然前生有福报，这一投胎呀，有各因之谜呀。过去生中所学的忘掉了，何况我们习性里面烦恼习气多，善根习气薄弱，敌不过烦恼啊！现在一出生，没有人好好的教导，啊，家庭不教你。学校不教你，社会更不教你。啊，你所接触的，你所见闻的，都是负面的，都不是正面的。啊，现代这个社会，正如佛经里头所说的，天人减少了。修罗罗刹增多了，天神看到了很不舒服啊！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世间人呢，行善的人少了，行善升天呐，就现在升天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到阿修罗罗刹那个地方去的人越来越多啊。哦，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那天人势力衰微了，意思在此。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修罗罗刹的势力膨胀起来了，那是个什么社会啊？世界末日啊！基督教、新旧约讲世界末日，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也讲世界末日，许多宗教的典籍都讲世界末日，你展开他们的经典，他们一定，你要信神，要信世界末日。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社会不乐观了。社会虽然不乐观，我们自己很乐观。为什么呢？我们自己跟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走邪恶的路，我们走的是正法的路。这个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乐观了。纵然末日降临了，我们前途一片光明。我们到佛国去了啊！绝不堕落。
可是现在现前要记住，决定要行善，决定不可以作恶。如果现在不能够断恶修善，还不能放下自私自利，我们的前途还是黑暗的，前途没有光啊。光从哪里来的？善心、善念、善行发光啊。我们一定要修养一个纯善的心，纯是利益社会大众的心，决定不为自己。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经典里面呢，这些神圣都教导我们要变卖你自己的家业去帮助苦难的众生，经典上都有这种教诲啊。我们要细细想想啊，自己所有的都愿意变卖帮助别人，怎么肯去占人家一点点便宜？自然不可能嘛。你这个心才叫真的是善心，真的是善心。还要在大众里头还想得一点利益，得一点好处，这个是罪业。这个前途一片黑暗，哪来的光明啊？佛菩萨教导我们，看看其他宗教的神明也是这样教人，我们还能不信吗？还不能认真去干吗？宗教教学道场，什么是道场？为众生服务的事业都是道场。不肯为众生服务的，纵然盖很大的寺庙，那是罪，罪数啊，不是道场。罪数是无量无边罪业聚集的一个场所。去年我在吉隆坡，那一边举行一个弘法的大会，我去参加。会完了之后，离经有居士为我们举行了一个送别的晚会。我在那个晚会里头讲了一个多小时，有卫星地，你们诸位可以看看。我教导他了，他经营的是旅馆呢，酒店呢，酒店就是道场，老板就是佛陀，员工都是菩萨，凡是住酒店的人呢，都是你度众生的对象。如果你经营这个酒店不是以赚钱为目的，是以度众生为目的，这是大道场啊。
那道场不一定盖成寺庙的形式啊，酒店一样啊，饭店也行啊。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是以服务社会大众为目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肯定自信般若智慧充满虚空法界。可是你也晓得，这一迷啊，把智慧变成烦恼，我们的烦恼也充遍虚空法界，一个道理嘛。啊，学佛没有别的，知道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转变。啊，我们修行首要的就是修这个心。啊，你看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修行从根本修，根本修就是心呐，就是这一个念头啊。怎么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啊，让这个念头不再迷了，不再颠倒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这一转了之后，菩提道上啊一帆风顺呐。啊，你的修行功夫自然就得力了。放光的意思是真实智慧也流露出来了，从真实智慧里面引妙音，妙音就是以正法善法劝导一切众生。啊，怎么叫妙呢？这些言辞音声能帮助人修，能帮助人不堕三途，能帮助人超越六道，这叫妙。凡是不能帮助你脱离三途六道的，那就不妙啊！啊，所以现在世间这些音乐、歌舞、戏剧都不妙。哎，你看到好像也很好看，也很好听，啊，他教你什么呢？教你堕三恶道，啊，教你继续不断搞六道轮回。这个音不妙啊！龙王是处处言妙音，他修行的方法是这个高法啊，他的戒定慧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所谓是他是在动中修不动，啊，他不是盘腿面壁，啊，他不是闭关，不是住茅棚，啊，他是到处跑，啊，接触广大的群众。帮助他们觉悟，这个方法到华严经幕后，我们看善财五十三参，你就体会更深。这一句里头关键的一个字在演，演是表演，演是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自己如果做不到，你给别人说，人家不相信啊。啊，你自己必须做到。
然后才说，人家就相信了，就能接受了。自己做不到，但是劝别人去做，人家会怀疑，你到底存的是什么心？你叫我做，你为什么自己不肯做？别人就有疑虑，必须自己做到，然后劝别人，人家相信。我们看佛门创始，第一个老师释迦牟尼佛，他真做到了。他是事出世间法全放下了，教我们看破放下，我们相信啊。他要没有放下，教我们放下，我们就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了。再看看历代的这些祖师大德，真正的大德哪一个不如是呢？都是彻底放下，我们学习要从这些地方学。所以生活过得越简单越自在，给视线表演给人看，生活本来就很快乐，日子怎么会过得那么苦？过得那么苦是不知足，欲望太多，知足常乐啊。什么都没有，身心自在，没有钱，明天没有的吃的，还是很自在，一点忧虑都没有，你看这一边的许哲居士，他就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一无所有啊，明天有没有吃的他不忧虑，他不去想，他有一个信心，老天爷保佑我，他真相信啊。他从前是学基督教，他是基督教的修女啊。老天爷照顾他，神照顾他，上帝照顾他，明天没得吃操什么心啊？明天上帝就送来了嘛！他真有这个信心，而且还真兑现。我们相信了，他自己有这个信心，我们仔细观察，信心也生了。那么在佛法里面讲，你越布施，你的福报越大，你修财布施，你的财决定不会缺乏，虽然你身上什么都没有，你想要的真的叫心想事成，想什么有什么，不必急需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叫我布施，叫我舍，还限定一个期限，6年。我头一次见他，
他就教给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他告诉我，我今天教你六个字，你去做六年。啊，确实，到第七年我出家了，啊，通通写得干干净净，啊，最心爱的，也是最辛苦，我勤了一套大藏经，连大藏经也布施掉了，啊，我的老校长周邦道居士告诉我，哎，他说你别的东西都可以。布施啊，你学佛了出家，大藏经你要啊！啊，我当时想起来还是年轻，说的话不该说的。啊，这对长辈啊，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说佛菩萨会保佑我，我想要什么经，什么经就会现前。我老师听了一句话没得说。我念大藏经布施掉了。以后真的，我在跟李炳老学经教的时候，真的想要什么经，这经书就来了。大概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心里动念想要什么书，一两个月当中一定有人送来。而且送来的是非常好的版本，啊，现状书啊，啊，最困难的一部书，啊，我很想得到，六个月才得到的《中观论疏》，啊，只有这部经的时间最长，啊，六个月之后才有人送给我，都是最好的版本。所以我跟李老师学楞严，楞严古时候好的注解，我就收集了20多套啊，20多种啊。啊，李老师给我谈楞严经，谈古人的著述，说这个，我说我有，说那个，他说你怎么回事？怎么你都有啊？啊，我记得他讲楞严经。他在我这里借了7种注解，借了7种注解，他做参考。啊，他所讲的我手上都有。啊，所以你就要记住啊，越施越多啊。啊，你不肯布施，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你肯布施，什么都不缺乏。你财布施，决定财用不会缺乏。啊，你发布施，人开智慧呀，你所需要的参考资料也决定不会缺乏。啊，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啊，不信佛就没办法。要信佛，决定要表演给别人看，啊，你去做，啊，你真正做到，啊，所以学佛的人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缺乏。众生闻者出忧畏也，忧是忧悲苦恼，畏是畏惧恐怖。真舍智慧的教诲，忧虑没有了，忧虑没有，心就安了，心安才能得定。心要是不安，怎么能成就三昧？啊，三昧就是禅定。你的心决定不会得定的，心要安才能得定，心不安就不能得定。
那要想心安呢，你心里面的忧虑恐怖一定要远离，一定要放下。它的根还是一个我执。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没有彻底拔除，他才会不安呢。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他怎么会不安？自然他就安稳了。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想到，才能体会到佛法的教学确实是圆满智慧。是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拔除私心呐。破身见。破我见，破我相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我见，这是从根拔出。这个根本拔掉了，真相就现前。真相是什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啊，这个话很难懂啊。为什么你不懂呢？因为你这个病根在，病根没拔掉，所以你不懂。如果这个病根拔掉，这个话你就懂了。这个话是如来亲证的境界。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那我们从这首偈当中，我们现在也听到佛法，也天天在读诵，也在讲经，也在研究讨论。那么底下这一句，除忧危，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忧虑、恐怖、畏惧有没有除掉？如果没有除掉，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研究、讨论、修行都不及格，功夫不到啊！功夫到了啊，一定有这个效果。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的，就是经论里面常讲的烦恼轻，智慧长。这个境界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贪嗔痴慢的烦恼，跟去年比一比，是不是轻的？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自己也认真检点反省一下，是不是比去年有进步了？聪明了，我们的修行就有了效果了。也就平常讲，功夫得力了。
有进步了。如果今年跟去年比较还一样的，毫无进步。如果今年跟去年相比，今年烦恼更多，那我们就退步了。不但没有进步，退了啊。这一退，诸位要晓得，退到哪里去了？退到三途我道去了。这个事情真的叫可怕。所以首先呢，要稳住脚跟。稳住脚跟怎么做呢？无戒是善。要认真地奉行，我们脚跟才稳住啊！十善要真做，不是念念念念没得用处啊！心里头要真正有父母。要有师长，孝亲尊师，孝亲尊师如何落实？就是认真去学习五戒十善。认真学习五戒十善，就是真正孝亲，真正的尊师重道。所以今天我们的修学。越简单越好啊，太复杂了，学不了，学不成功啊，五花八门好看没用处啊。古人常讲啊，说得一丈啊，不如行得一尺啊。我们要从最简单的啊，最根本的地方下手，所以我们此地现在早晨跟大家学习的是感应篇，感应篇快学完了，学完之后啊，我们就决定学习十善业道经。我们要在根本上的学习要加强。人有十善的这个基础，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力行十善才是善人啊。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我们先要做个善人，然后念佛才能往生。如果十善做不到，佛念得再多，念得再好，古人讲的一天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你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十善没做到。这个重要啊。三辈往生，我跟大家讲的更简单更明白，就是敬业三福。你能够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四句做到，这四句重要，修十善业，一念佛可以生凡圣同居土。
你要真正再加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就可以生方便有余土。再加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就生十报庄严土。换一句话，三福，你具足第一福，你是下辈往生；具足两条，你是中辈往生；三条通通具足，你是上辈往生。所以无界十善不具足，念佛不能往生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啊！十善不具足，你在这个世间不算善人呐、啊，不算不是善人，那你就是恶人嘛。现在是什么时代，什么年头，世界末日快到了，今天我们干的救命要紧，不能再搞花样，不可以再搞什么好看的，好看没用处啊，我们今天要救命，要救命，现在我们就知道了，离开十善业道就没得救啊！这一部《太上感应篇》就是十善的扩充，十善的详细说明啊。十善是总纲啊，感应篇是细目啊，我们一定要把纲领抓住啊，这些细目我们仔细去研究去读诵啊，努力去奉行，只要真正肯这样干，这就是今天呢奇光处处夜妙音啊，这经论学术上啊，有别人去做，欢喜做的人多，我们想想自己，在时间、在精力，通通都来不及，我们要搞真的，我们自己知道现在处在什么一个地位上。如何救自己啊，对，救命要紧了。真能懂这个道理，晓得这些事实真相，我们有下手之处，才能真正除忧虑畏惧恐怖。德察切龙王从这个地方开悟的悟思道，他从这个地方修行正果，成无上道。他给我们展现的榜样，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真正想修行正果，不一定是自己找一个深山，去住茅棚去闭关修行，这才能成就。在都市里头天天教化众生，一样成就。那么到底我们是要走哪一条路子呢？个人缘分不一样。记住，古大德了，真是慈悲的教诲。如果你有缘，
你要行菩萨道。如果没有缘，可以住山，可以闭关。都在缘。缘是什么呢？有没有人听？你劝导别人，有没有人接受？如果有人听，有人接受，自己就不能躲避。就要学德察龙王这种修行方法。没有缘，没有法缘，讲经说法没有人听。跟一切大众接触，人家都不欢喜我。那我可以去住山，去闭关，成就自己，这个行。由此可知，怎么个做法？不是随顺自己的意思啊，一定要随顺客观环境。这个正是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不欢喜我的时候，我可以随顺他，我去闭关住茅棚，自己清修。众生还愿意听我讲的，还愿意跟我接近的，那我躲起来的时候，那就错了。那就不是恒顺众生，那是恒顺顺自己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